Good morning, and welcome to the Black Mesa Transit System.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这里是沉迷硬核世界，但是依然深恋游戏彩蛋的杨洋君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半条命系列的彩蛋。我现在说我们说到半条命一，有两款正统续作。这里其实口误啦，应该说半条命一有两款正统资料片，一个是针锋相对，一个就是今天的蓝色行动。其实还有一个资料片叫衰退，但是呢只在 PS2 上发行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就来盘一盘发行于2001年的资料片半条命蓝色行动都有哪些好玩有趣的经典彩蛋吧。第十个彩蛋，足球和垃圾桶。在游戏一开始乘坐列车的场景，我们开启穿墙离开这个列车，离开轨道，可以在山崖角落里找到一个足球。这个足球无法互动，但是有一定的碰撞体积。其实它来源军团要塞经典，在军团要塞经典里有一张夺旗地图叫做 Push， 双方的游戏目标就是争夺足球。除此之外，在这个游戏开场场景里，我们可以遇到一个跑步的小伙子，他路过这个车站呢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垃圾桶，当我们用撬棍去敲他的时候，竟然会缩进地下，并且发出开关一样的音效。据说这是一个极少人知道的彩蛋哦，在游戏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垃圾桶都没有这种互动。不仅如此，用武器射击垃圾桶也可以触发，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彩蛋呀。好了，第九个彩蛋，衣柜传统。游戏开始不久，我们来到保安的更衣室。还会用烘干机的吗？牛皮。OK， 游戏开始不久，我们来到保安的更衣室。你作为主角名为卡混，这里就是你的头盔和盔甲。其他人的衣柜你是打不开的啦，但是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两本虚构的书，分别是《外星人的真相》以及《政府阴谋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 RH 字样其实是橘色的地图关卡设计师罗伯·赫罗尼穆斯，旁边还贴着两张照片，据说这位妹子是游戏主角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，名为劳伦。但是杨军觉得这显然是现实生活里的照片呀，极有可能是橘色的某个员工的生活照。最后一个下面还有个纸箱，这个纸箱血量还不少，很耐打。打爆之后呢，就可以发现里面有一只紫色的蟾蜍。刚刚说到蟾蜍，那么第八个彩蛋就来说一下蟾蜍巢穴。在后来的剧情里，我们来到人心上，穿过这些羊肠小道，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空间，而在你面前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池子，鼓起勇气一头扎进去，游到最底处，中间甚至可以看到穿着 HEV 防护服的自己人。沿着气泡柱一路游到最底层，就是三条水槽这里。仔细的观察，可以看到边上墙壁上竟然有条裂缝，拿起你的撬棍猛击裂缝，就可以将墙壁打烂。打烂之后竟然是一条密道通往另外一个小池子，上浮上岸，我们就可以发现竟然来到了紫色蟾蜍的巢穴。哇哦，有点神秘哦，这也隐藏得太深了吧。靠近的时候，这三只蟾蜍就会爆炸，在中间那里就可以看到有点恶心，是什么情况？这其实是弹药了，可以补充这个虫子。我们回到刚刚的保安更衣室，两个厕所其中一个写着维修中，锁住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不过我们可以站在旁边的坐便器跳起来观察，就可以发现门后面好像贴着什么，打开穿墙进去看个究竟。等一下，这里的厕所确实坏了，在漏水。门后面贴着的就是上期我们半条命针锋相对里提到的2008年复活节拍摄的罗伯·浩罗尼穆斯。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上期的视频了解更多的细节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剧情后面的一个通风管道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彩蛋照片，这里确实印着了那句话，自从了以后他在每个游戏里都用这张照片。第六个彩蛋，游戏机。游戏一开场，我们乘坐列车经过一个洗衣店，可以看到一个保安和科学家在打街机电动。我们用穿墙再次来到这里，可以看到保安和科学家玩的好像是一款格斗游戏，后面还有一个看着报纸等衣服洗好的科学家。街机电脑上面写着《普拉克斯战争二：但丁的复仇》，这个名字就有趣了，其实是在致敬游戏《普拉克斯战争》。这是一款由 Rubble Boat Rock 工作室于1999年制作的一款从未面世的游戏，本来由 EA 发行，但是后来被取消了，非常的可惜。工作室解散，五名成员随后成立了现在的橘色。我们可以从仅有的几张截图看出，这是一款科幻动作类射击游戏。接下来是第五个彩蛋，跳舞的科学家。所有的游戏进程里，我们来到一个监控室，对着左边的监控按一就可以查看监控，可以看到科学家跟戈登·弗里曼打招呼。早安，戈登。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我们第六次查看监控，
就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家竟然在偷偷的跳舞。哇，这个不是一般的烧，是真的烧。除了这个彩蛋以外，中间和右边的监控都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画面。中间这个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射击场的情况，有个胖子在偷吃甜甜圈。而右边的监控则可以看到吉娜·克劳斯，吉娜·克劳斯是训练场的全息助手，也是 PS2 上第三个资料片衰变里的女主之一。而在监控里呢，可以看到她似乎在运送水晶样本。第四个彩蛋，超声波图像。在随后的游戏里，我们来到一个漏水的房间里，这些水都是可怕的有毒物质，在上面会持续掉血。我们可以看到边上有台 CT 扫描仪，看过上期半条命针锋相对彩蛋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有印象了吧。这台 CT 扫描仪上面的图像其实是巨社创建人兰迪·皮特福德的儿子。接下来是第三个彩蛋，齿轮。讲这个彩蛋之前，我们先说说巨社。巨社其实就是 Gearbox 工作室，有些人也翻译为变速箱软件。他们和 V 社合作过半条命系列，而他们自己最出名的 IP 就是无主之地系列。而在游戏后面的场景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箱齿轮散落在地上，这极有可能是工作室在致敬自己，因为 Gearbox 翻译过来就是齿轮的意思呀。看来 V 社，我致敬我自己的习惯传给了居社咯。第二个彩蛋，肖恩·里尔登。就在刚刚提到的齿轮箱子后面，我们走上台阶可以看到几名叛军，他们在对我们可怜的科学家们无情的扫射。他们好像不会攻击我耶。我们走近一点了。你大爷，还好我血厚。好吧，我们开门可以看到科学家哈罗德躺在血泊里。他临死前就会跟你说一大段话，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。而彩蛋呢，就在旁边的书桌和衣柜上，桌子上有块写着 S 里尔登的牌子，这里其实是致敬了橘色开发人员 Steam Reardon。 而在旁边的衣柜里则藏着一张婴儿宝宝的照片，这应该也是某个开发人员的小宝宝吧。好啦，终于到最后一个彩蛋 G-Man 了。为什么单独将蓝色行动的 G-Man 作为彩蛋呢？因为这是这部资料片里唯一一个 G-Man。 在游戏后面的剧情里，你可以遇到一个科学家在边看报纸边等车，他会跟你说这个区域所有的车都出了问题，你最好走路。我们绕到下面的另外一边，就是水流湍急，按按钮降下铁桥，这里就可以看到 G-Man 坐的列车在你面前缓缓地路过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期半条命蓝色行动里所有的彩蛋内容了。一如既往的，半条命系列的彩蛋都非常的经典，这系列20年前的游戏，确实令人惊叹呀。好啦，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军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三连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Are you thinking what I'm thinking? Perhaps. All right. Yes? This should help. That doesn't sound right. Let me help you. Okay, I hope you know what you're doing. Of course. Theoretically. You smelled something burning? I can't really tell. Right. Let's try this. No! Whoa, that was close. Oh no. Well, d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to do next? I couldn't even venture a guess.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mess? Don't ask me.